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弘法行。见到你笑，北岸的天空变得晴朗，跟着你笑，幸福充满整个心房，毁掉所有骄傲，留下慈悲的温暖，学习拥抱分享阳光的灿烂。喜乐的心是飞翔的小鸟，自由却不是方向，飞得高看得远，去感受世界的美好。喜乐的心是神奇的舞蹈，旋转出生命的美妙，有了伴一起跳，才能发挥出力量。见到你笑，北岸的天空变得晴朗，跟着你笑，幸福充满整个心房，毁掉所有骄傲，留下慈悲的温暖，学习拥抱分享阳光的灿烂。各位阿弥陀佛，那今天要来高雄慈悲道场开光洒净。来，后面佛像先移一下，那个出家人，出家人，在家不要。这佛像爱扣来的灰爱扣吧，好。各位，你搁看对无介意，搁讲。这处顶古位啊，你看顶嘛古位。那我们修行就是这样，对内对外，什么所在有问题，咱在什么所在改，是不是啊？但是你来这来这，那个清净目眶你就看得到啊。但是在这个阶段来这，虽然修化清净，但是佫无断烦恼。安尼阁看袂到，那只会产生骄傲心。嗯、所以结婚人好水无？我敬诶，不是，这是不单的啦，不单。但是有一个缺点啦，因为它有痕迹啊，横条，啊，但是安尼翕起来呢，它比较好看。老黑猛烈个看者，迄时间啊怪怪，是不是？好，对啊，所以各位要学哦，学佛大乘佛法，一切拢是为了众生，为了众生啊。讲话爱好听，眼神爱好，啊，同样更是念一遍，心肝爱好啊。所以这叫做慈悲道场啊。麻烦要来做义工的，想问一下有慈悲无啊？啊，若无慈悲，你就去一楼去坐坐下来啊。所以。所谓的开工，其实佛菩萨没开工，什么人要开工？人啊、人的心宽，爱开工，爱光明。但是光明为得来，为地回来，所以我们叫极照。所以内心极静，然后呢才会放光呢。我想，诸佛菩萨都在，拢伫诶。但是你的内心来集中，刚刚讲的水晶、钻石会不会发光？因为诸佛菩萨永远放光嘛，月亮不会发光，但是有你陶艺的光啊，啊，所以不但放光，而且这个宝石切成多角，哇，那个鬼，它就可以反射到所有众生。当然，我们希望慈悲道场能够放光，而来祈求护菩萨加持。
但是有人问我讲，啊，师傅，我楼卡咧创啥物？楼卡暗时咧无用，啊，那这嘛是咱来的理由啦，啊，因为这些人很有精力，暗时更困，啊，饮酒跳舞，真欢喜，咱已经嘛呢，对不对啊？差不多了，但是现在我们找到快乐了，晚上只能到王阿波放光去，去阿唱卡拉 OK。啊，去啊念佛啦！但是呢，白天我们在精进啊，所以当然所谓开光，那得希望真的得到诸佛菩萨的加持，来这边的护法信徒心都得到加持啊。所以包括各位修道的邓给人来看你讲，你跟他人的手机啊，那手机要人来翕相来得。有闪光，他自己不知道。说哎，你那些更可怜啊！因为你如果得到一个心态的转变啊，就可以放光。当然啦、啊，我讲各位头壳顶的灵气哦，你那这灵气加工哇，其他灵气那还强啊！啊，所以后摆这买到这里，他们会装了一个透明的亚克力，装小花用的顶头呢。然后他下来，别去冲着你的光头，好冇啊？啊，然后他气还会往旁边呢、啊，所以这个也要学一下啊。那学佛就是要不断、不断、不断、不断，去由内而外，由内念下净化烦恼，由外来净化众生，啊，由内而外啊，自觉觉他啊，这种方面呢，缓慢了。那你就醒过了，那各位千万不要跟人家斗争啊、哦，对吧 ？A 道场、B 道场、A 团体、B 团体，哦，这边去做，那边去做，喜欢跟人家斗争的人不适合在团体里面啊。因为在团体里面啊，一个喜欢斗争的人进来得还了了啊。所以各位啊，来道场也好啊，我们这边哎，灵气开个通强呢，啊，应该安装。啊，我发现都在这里咔咔咔，是无开还是要共开好势安尼？啊，你啊头壳顶修炼，你换一位啊、嗯。因为，所以我拄啊来就叫人来这里莫住啊，没还没住我师父家，问得小滚滚啊。啊，所以拄啊就开始讲，哎、欸，莫点灯哦，哎、嗯，莫点修这啊，点这就好看的啊。那当然，我也跟暂时法师说，以后不要用布了，所有的布不用，好不好啊？不会修出边咯。啊，因为很多人很喜欢点灯，其实布新新就水，但是你只能够给它拍垮去啊，因为孤寂嘛，啊，所以那下面代志你爱这个开光，光的意思是打开，你看清楚了，啊，那边了盖边了盖，所以我来看看，我可能头壳顶去地嘛来盖，是不是啊？认养认养，啊，那最好改的时候这边不要白色了。因为这个是佛前嘛，对不对？要改成我、哦、看是要金色的嘛好啊，也这也在产的呀。然后去点黑嘛，改做念一下太阳灯，啊，那竹法法师名在扛啊。太阳灯翕起都，就像那边水果是不是用太阳灯？那水果的很新鲜，每天一出来变白色的样呢，还给你骗啊。那所以这个要智慧，要智慧啊。因为我们要让佛像法师台前庄严嘛，啊，然后呢，那怎么样去配置？那这个叫善巧方便啊。那大乘佛法目的就是要帮助众生。从各位来，你看一瓶一瓶一瓶表，一瓶表是啥？一空吗？不是啊，伊迄大石就歹，敢那黑洞啊呢，啊。还讲旧的啊，啊旧的换一个就好啊，这拢爱改变啊，啊，所以两个玻璃啊，啊各位这个你爱练，你今日去任何一个所在，你爱知啊，但是你无一定爱讲啊，但因缘搞你爱个讲啊，这个人你该做生意，你爱了解，了解不是为了要赚伊的钱，为了慈悲啦，希望伊较好，伊能较好。那你为想，伊就为你想，就较简单的道理啦。
你要做生意，更加要为对方想啊，对方都为你想，千万不要斗争，我把你斗掉啊，我把你排挤掉。其实你排挤别人，会不会排挤自己啊？你也娶无某，嫁无翁，我跟你讲，因为有些人喜欢斗啊，喜欢斗，那就不对了。所以各位要尽量的接受对方啦，包括您翁嘛，好外遇好吧，接受后摆丢你娶两个啊。你的人缘就好，好不会就大了，因为你忍辱了嘛，忍辱了啊，接受了嘛，接受本来为什么要接受啊？本来就有缺点嘛，啊，但是你要接受，接受再来慢慢转化，啊，所以我想各位学佛的是呗，中间把人啊，那所以为什么观音释字菩萨，因为中间阿弥陀佛，所以人家一定要醒悟，啊。那就昏嘛，要调养，要来中阳昏。那我想各位，这是主毕业艺术慈悲道场最主要的开光呢。咱是要中阳众生，咱要甲对方讲，你也在幸福，所以我们才要来找你啊，要来帮助你，要来中阳也，不是讲我高高在上。啊，那对方错，那你更要爱护他。佛教用慈悲爱护他，让他由错变成对。但是不要排斥他了，啊，你排斥他，对立就不好，啊，但是当然了，他目前还不适合，比如说这里狼就败啊，他不适合在这边呢，啊，但是不是排斥他，安置他去好一点地方了，啊，让他不会去造恶业，不然他这个爱斗争的人，你给他困了狼，他就要斗啊，人家高啊别讲不一样，但是困了狼了别不一样，啊，你个坑内无狼的时候在，伊就较别不一样。啊，那几个坑呢？给太高啊，那都好啊。那各位要去想这个，怎么去安排？那为什么别乱安排？哎，你们这边一心两佛，求佛菩萨加持啊，这个叫信用啊。因为我们不懂，那有心无有心无力啊，所以呢，一直祈求三宝加持，也一直谦虚，知影自己的想法无究竟。所以一直祈求三宝加持，请问咱祈求三宝加持，三宝会来加持未？百分之百，还是讲咱个无明看不掉的，咱无法度感受到阿弥陀佛、观世音菩萨来加持。其实阿弥陀佛、观世音菩萨比老母更加老母，安尼啦，那叫做大慈大悲。他不是想尽办法，就讲要给你加持，就算你有一个小小的毛细孔，伊嘛为着整你去，安尼啦，他就是想要护持你，让你知道。让你圆满，所以我想为了要助悲，咱来袂使离开念佛啊，袂使离开皈依三宝，卖用家己的想法，你要用家己的想法呢，佮偏去啊，你要佮别人的想法拢无共款啊，所以就句话讲，咱心来变吼，外口的业报才会改变。所以曾经有一个头家问我讲，啊，我请一挂神佬拢骗我的钱啊，是安怎？我头家可能你真够骗人，啊，做生意当然嘛爱骗，我不怪啊，你都爱骗啊，你要要求别人老实，结果你咧做骗人的代志，啊，你卖物件你在老实啦，货真价实，啊，你的员工就老实啦，很简单吧，啊，所以我老婆讲，啊，我惊啦，他歹教，我问我，啊，你好教嘛，啊，因为你的心态，所以各位了解如此，啊，所以开光。啊，所以我觉得法师给了什么来？心光法师，小心哦！我这名心如果不光的话，啊，所以各位叫心光，哇，大家名拢就好听啊！啊，所以为了咩呢？那我们一定要内心有光明。那内心如何有光明？那外边醒佛啦，所以借的佛光，明白吗？啊，我们准备好了平静心。好的动机，那不可能加持。所以今天要开工进前，甲各位讲下这事，要甲各位开工。啊，稍等下开袂到的，为啥老等了？